蘸辣椒，蘸辣椒是吧？嗯。好狠呐、啊！你自己弄还是？你可以有组合的呀。你开胃弄还是？对，然后你先去尝一口。还可以组合啊！身为群众演员这么狠，这要吴昕输了就惨了，吴昕不吃辣。哇。好，我们先每个人说一个自己想要代表的年夜菜。我们先请四位县家先来说好了。县的，对，我们曹格，你想要说什么年夜菜？你代表是？我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个过年都一定会吃的一道菜，叫什么？叫捞生。捞生呢，这一道菜它里面有很多东西，有鲍鱼啊，有花生啊，每一样吃的这个食材，都可以代表一句吉祥话。比如说鱼，生鱼就是年年有余，花生就是什么步步高升，类似这样叫捞生。是要边捞要边吃吗？要边捞要边说吉祥话，然后再吃。对，然后再吃。会不会有人懒，他就干脆不去吃那个？因为一边一捞起来就说哇年年高升，也有这种年年有余。可是在我们的家就是会站上桌子上，因为。捞的越高，越吃好的意，就是升的会越高。是不是很吵啊？那边吃会，对，非常吵，很热闹。一到捞升的时候，哇！来了，恭喜年快乐！哎呀！吓到姐姐跟姐姐，姐姐说：“拜托，给我一点，让我捞一下了。”好，捞升，这是曹格的这个年夜菜。所以，我的代号是 A B C 捞升。哇，为什么前面还有 A B C 呢？其实你加这个人就容易记住。不会 ，A B C 捞生，我就叫 A B C 捞生。好好好 ，A B C 捞生哈。来，黄老师，你是你会那么多菜，黄小厨，哪个是代表你的年夜菜？其实我们家呀，每年也会做一个跟这个 A B C 捞生非常像的一个菜。我爸爸会做，我们这个菜就叫全家福。全家福，蛋饺啊，海参呐、啊，然后肉汤啊，然后香菇啊，木耳啊，然后一些冻豆腐啊，反正就。拼这么一盘，可能是叫全家福。我一会儿有个已婚为主，已婚为主，然后呢，我们就叫全家福。好，黄老师是全家，我就叫黄小厨全家福。哎呀，黄小厨全家福 ，A B C 捞生，黄小厨全家福。好，那我们就出一个奇招，简单一点，大家没那么容易记得住。热干，说完了，说完了。什么完了？没听见了。说完了。我们这个我是湖北仙桃人啊，离这个湖南不远。我们过年的时候吃卤菜，就所有的菜都放到卤水里面卤一遍，拿出来吃。哦，卤菜，卤菜，你要不要加一个？比如说寿星卤菜，或者仙桃卤菜，或者是 XYZ 卤菜，就叫仙桃卤菜吧。仙桃卤菜，仙桃卤菜，仙桃卤菜。B C 捞生，黄小厨全家福。仙桃卤菜，仙桃卤菜，仙桃卤菜，仙桃是他的家乡，也是他今天的头型。仙桃卤菜，好，到我们小路，到我们录音。刚才黄老师说了一个全素的，我说一个差不多全荤的。上海有一道菜过年要吃的，叫做腌笃鲜。腌笃鲜。鸡、鸭、蹄膀、鲜肉、咸肉、火腿、蛋饺、笋、百叶包，还可以加入很多鱼圆，等等等等，腌笃鲜。这个汤呢是不用加盐的，因为它本身就会有自己的咸味和盐味出来。我这个就叫不加盐腌笃鲜。不加盐，不加咸，不加盐腌笃鲜。我们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用手机来记啊，看你能记几个。好，到涛涛，涛涛，我们快乐家族的稍微简单一点好不好？无所谓，太复杂了，好吧？你是什么？卤菜。我说一个，我仙桃卤菜，从小就一直吃到大的一个菜吧。饺子，每年过年都会吃的。是什么？乱炖，是红烧肘子。哎，好。这叫红烧海涛肘子，红烧肘子，海涛肘子，红烧肘子，好疼啊！疼了一下，疼了一下，一下就脚抽筋了，觉得撑不了几年。好了，红烧肘子，红烧肘子啊，娜娜你呢？哎呀，好难啊！这样吧，我作为那个四川，因为四川人喜欢吃火锅嘛，我作为四川旅游形象代言人，我肯定要给大家。是真的，对不对？真的吗？是真的，笑什么呀？我本来就是四川旅游形象代言人。所以只是因为植入的太明显。四川旅游形象代言人，真的真的相信了，真的。这回我记住了。给大家推荐。
那个四川辣火锅啊。那你说名字叫什么？叫 辣火锅，就叫四川辣火锅。要叫四川还是就叫辣火锅？四川辣火锅。娜娜辣火锅。娜娜辣。娜娜前面是有鼻音。前面是你的娜娜，后面是辣火锅。娜娜辣火锅。你这样，我和杨威很为难。我们两个就是一个湖南口音，一个湖北口音。娜娜辣火锅。但是说错了一定不行。说错了就娜娜辣火锅。娜娜辣火锅。娜娜辣火锅。好的。对，我本来想说的是跟海涛有点像的，因为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我爸爸会蒸一只蹄膀，哦，就是那种只有一只，就一只，或者叫肘子，哎，那我叫扣肉好了，好吧？可以啊，梅菜扣肉，梅菜那不就扣肉嘛？和排骨扣肉，和排骨，和排骨扣肉都是肥肉，到底是吃排骨还是扣肉？好难，而且和排骨就完了，和排骨就被扣掉了。好了，我决定了，我叫酸菜扣肉。酸菜扣肉，酸菜扣肉，酸菜扣肉。那个佳佳，我们湖南人就是过年的时候爱吃那个，就是鸡，一只整鸡，嗯，但是放上桂圆，还有红枣，还有荔枝，三元整鸡。这什么鸡？三元，就是因为有三个那种圆的东西，就卵的东西放到里面。三元整鸡，也就是陶彩。三轮蒸鸡。三元整鸡。三元整鸡，好吧。三元整鸡。三元整鸡。我们欣欣。三元整。我这个是东北啊，就是在正餐之前都会吃一个凉菜，叫五彩拉皮儿，它也是寓拉皮儿。对，五彩拉皮儿，它寓意着就是你来年呢，啊，红红火火，各种运气都很好，五彩缤纷，对不对？吃完了，脸也特别紧。对，吃完。OK， 好，我们大家这环节就过了吧，好不好？每个人再报一次，最后一次，我们就开始游戏了。每个人报一次，从星星开始。我是五彩拉皮儿。五彩拉皮儿。哎呀，三元整鸡。等一下，是五元还是三元来？三元了。因为我们记住的就是三元。三元。再多两元记不住。三元。ABC 捞生，黄小厨全家福，仙桃卤菜，不加盐腌多鲜，这好难呐！酸菜扣肉，辣火锅。红烧肘子，预备，不加盐，开始，1、2、3。红烧肘子，加盐。红烧肘子。三是你们俩。是海涛。他名太……那我没错呀。不加盐，腌素鲜。来吧，海涛说。还是到处乱鸟。这样，你错了。这样，等会儿。这样，我们第一把算是的，好吧？我们第一把试一下，好吧？啊，我们第一把算是说的。对。怎么了，小哥 ？ABC 捞生 ，ABC 捞生，你笑什么？预备，不要挡住你的嘴啊！预备 ，ABC 捞生，开始，1、2、3、4、5，我 ABC 捞生，黄小虫，全家福，黄小虫，全家福 ，ABC 捞生，等，还有我，酸菜扣肉。啊，炒什么扣肉？酸菜扣肉。你是食物链最低端。你来吧，你先捞了吧，赶紧先捞了吧。你啥都没说，所有的人都叫出你的捞声了。我刚才特别没有存在感。别说你自己想起来，人家说完你还没听清楚。在曹格那，我好像关键我是 ABC 来说之后，我说他输了，黄小猪全家，你们仨，全家，你们仨，完了。捞生打人了，捞小猪全家福，捞生成我，捞生成精了，对呀，来，黄小猪全福，这个你现在说出来就，你看什么这，好，你去吃那个年糕，我是酸菜扣肉，不是排骨，排骨怎么没有酸菜扣肉？海涛是红烧肘子。但是重点是，我刚才一直在后面追着他们喊，他们没有一个人理我。你可以吃辣吗？你要不行，我帮你吃。我可以啊，可以，来，来，不够多些。加油啊！然后你吃完之后，你就有权利决定下一块年糕要怎么吃。你可以抖一下，假装手抖一下，然后把辣椒抖下去。哇，实在。好吃，然后搞那个吉祥话吗？爱吃辣椒，来，吃的时候要喊吉祥话，跟捞生一样。哇，辣！年年高升嘛。我们是要把这一盘小朋友快高长大，幸福快乐，写爸爸妈妈甜甜蜜蜜。
跟你吃的这辣椒有什么关系、啊、是辣疯妈妈很辣老婆很辣好了下一个要吃什么下一个嗯、这个，加什么加哪个要感动要感动太多了哇你小心万一吃我知道了哇那不可那太多啊太多了你疯了吗他有可能是自己吃他还玩吧对啊他玩啊该月还要玩我喊啊你还要玩的而且你要说你再开始你不能喊一我跟你说我们通常我说开始啊开始熬到最后的可以不喊三开始了吗四四等一下等一下没有还没有喊还没有开始我们都没走过来娜娜辣火锅不是啊不是我还没开始还没有开始我都还不知道开始了还要预备开始有一个人喊开始有喊了有喊了我们都听到了都还没有走过来听到了谁说的话都不信你知道是不行都不算数梅菜扣肉你说一下我是酸菜扣肉你不要提醒没有还没有开始要开始来我们认真吧认真认真来认真吧啊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五两个酸菜扣肉这一局不能输啊这一局不能败啊是这样不可能没有我没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前一把娜娜那把应该算对吧是吧我们都我们都无所谓对无所谓要不你们两个去分吧哎呀叫我陪你一起去我陪何老师我陪你其实我是记得这个黄小厨那个全家福何老师咱俩就是有难同当我吃年糕你吃芥末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先舔芥末你的吃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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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因为待会儿这芥末待会儿还有用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哎哎全挂没了好来谢谢感恩哎等一下真正受惩罚的人并没有吃啊我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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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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